来关心天气咯，寒流真正发威，今仔透早上个温度是出现伫淡水只有10.4度，所以气象局有那继续在发布即低温的直播。气象局来预测今仔日时啊，即北部温度是11到14，中部是13到18，南部是15到22度。暗过入眠了，即温度会继续下降。即北部即低温空间干了剩即个9度，啊，中南部嘛是11到12度，南部的低温是13到19。暗过啊，即、這个啊温度下降是无啥落。在那在东北部地区有一挂所在会落雨，提醒乡亲爱穿哦较少的，所以要看这各地详细温度。在北部地区是这10到15度。东部地区是这11到16度。南部地区嘉义有落雨，温度是13到21度。在东部地区是落雨，温度是12到20度。外岛的朋友，金门、马祖温度是10到17度。